你这是谁人来大家看到我？我等你惊吓。你是不是要跟我偷一天的约会？好啊，我怎么拢给你？彼暗我载你会去灵车，你一看到我，就一直讲唔是我，唔是我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无啊，我哪有讲？你禁着啊吧？我厝的人是检察官，你抓准我要离开，就找不着人。啊，唔过要找的人。 对阮来讲是足简单的代志。敢讲你人生看恁妈妈，甲你世界搬厝，连一个固定的当住的所在拢无。你哪会知影？我阁有一个妈妈。我甲你讲过啊，我厝的人是检察官。你到底想要创啥？李先生，当年车祸发生了后，你人先骗，袂记名，害代志干那凊彩结束。 二十八年了后，咱即马搁拄着啊！你看着我的第一句话，竟然是唔是我？你为什么会安尼讲？这，洪小姐，是嘞。当年我真正毋是条工，要开车甲你弄的，我嘛是受着命令，才会安尼做。请你原谅我，我真正是不得已的。命令。 下个命令，大小姐，你是？我李志远啊，伊在领导的司机。我无认识你，你认唔着人啊？ 大小姐，大小姐，这足重要的，当年我开车弄到迄个查某，唔知有啥物会知影阮到底地址，而且伊伫咧丢对过卡在发生的代志。你在讲啥？我听无。大小姐，迄个查某看起来足冤魂的，而且伊阁做对袂把咱耍，我是好心来甲你提醒的。你想要提醒我啥？当年的车祸，警察已经有意外来结案，伊摕着赔偿金，你嘛摕着你应该得到的。这个代志已经结束了。 你的车祸是我司机自己无细理，跟我完全无关系，跟你无关系。开车，开车。 我学了够有心，你当年就是安尼甲李志远讲的，我已经知影真相。车祸毋是意外，就是你这恶毒十八人阴谋。你莫听伊黑白讲，伊是惊你报复，伊想要摕下责任，才会无路话的。你阁无愿意承认，也是爱我另外找一个人过来，请伊来判断，谁讲的话才是真的。你要找啥？ 林昂，周信强，我承认，我当年我做唔到代志啊，啊，不过我唔是超过要伤害你的，我迄个时阵，干那想要甲你吓惊一下尔，我想袂到我的司机无控制好势，真正甲你弄落来啊！我这二十八年来，我一直感觉对你足亏欠的。 今麦我才有机会，会当当面向你回事嘞。当年我对你来讲，只是一个彩虹人，你为什么要对待我？对，迄个时阵我甲你是无冤无仇，啊，不过我受过爱信强啊。你也是嘞，当年我都让我失去你弟，我请你原谅我。
不管你现在爱我做啥，我若是做得到，我一定尽力弥补你。好，我要你离开性格，把性格还给我。安怎？你不愿意？我若是要离开信用，当然我先做要做这种代志。咪啊，信用是我的，伊是我的阿婶。别介绍，你已经头早二十八年，你早就应该家己幸福啊。拢是因为你的自私，害我的良心变掉。阿无，我应该甲信用过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就是因为那场车祸，害我现在每天只会当买酒卖酒，拢是因为你，算得好。我真正不是超工的。我头一天上班，买遐啉酒，去有人给破酒。人客太太来店里闹。生我十个喙花，坐落来，人客啉酒醉，抓我的头毛，把我拍到规身躯拢是伤。这就是我过去二十几年来的人生，你不能应该把性交还给我，把我的人生也还给我。你啊，我请你原谅，我请你原谅。真正知影我做唔对，我拜托你原谅我，我拜托你原谅我。你免假啊，莫伫我面头前搬戏。那是鬼，过去二十八年的恩怨就会当还好清，安尼我法甲你开，你来过我过去的人生。你就是爱我去死就对。好，那我即马就出去候车咯。我用我的命行你，我用我的命来换你过去花费条人生。你要死，嘛爱等真相公开了后，你才去死才有意义。我过去二十几年这么痛苦的生活，若是让你这么简单就去死，你不是赚着啊？你到底爱我安怎做？我已经讲过，把性交还给我。副社长的爸爸要跟我们斗相共，对，我爸录着影片内底已经确定，何解书啊，搁有手机啊，拢伫个保险箱内底，即马密码嘛知影，只要等我阿伯无伫个办公室，入去偷摕，安尼饭档下就当解脱啊。老婆，电工，咱找一个机会，亲身甲这个细节说多下，这一定爱啦。这后盖代志啊。今嘛先解决了眼前的问题啦。我跟那名女讲好啊，要趁阿伯无伫个办公室的时阵啊，入去摕何解书，还佫有手机啊。啊，然后新副社长啊，你稍等一下好无？啊，今嘛真正要行动啊，有一寡代志爱先讲好清楚。我遮尔危险的代志，我是认为莫让副社长出面较好。是啦，副社长，阮真感谢你甲阮斗相共。连我其他代志，帮我家己处理就好。奶妹，其实周董甲彭董因讲的嘛有道理。杨姐，咱拢已经讲好啊，即摆为周董的甲彭董的讲几句话，你就莫想说完啊。你三兄弟的感情真正有够深的呢。嘿，等下副社长，三个兄弟啊，你是不是误会啊？我的意思是讲，恁三个查甫人。歹势啦，副社长。当恁人看到我，干哪要对我借口多些？我是无这福气做伊兄弟啦。伊讲大兄是较下啦，啊，特别咧青木社长讲啥哦，阮大兄随讲好啦。啊，做朋友无偌久，许交情哦，比我这结拜兄弟还搁较深啊。我特别徛伫恁两个中啊，我都袂做敢那是电灯泡共款的。喏。啊！你搁知影讲你甲恁大兄几十年的交情哦？哎呦，我看，恁这熟识哦，无外久尔，你就惹偌侪麻烦啊！这几十年来，恁大兄替你擦几届尻川啊？
伊真正顾你是比顾伊的盛发集团搁较辛苦个啦。我若有你种兄弟哦，真正我嘛感觉切心啦。哎，你我是吼，你是对我有意见，不要紧。总讲本党真够扣分啦，完全无带念讲我是要替你洗清你的冤屈。我承受这么大的风险，好，不要紧，我念的我随离开。后盖你的叔叔我拢卖管啦。我讲你这就标准的啦，过桥跳桥帮，过桥拐啊随单调，我真正大开眼界啊。副社长，你看到啊？我话一讲了哦，恁人哦，伊就开始表演啊啦。好啊，那恁三个人，今麦共识啊哈，下当来讲证书啊。两当诶，你介多的消息，我阿伯真紧就会知影，伊真紧就会后一步的动作。恁敢有想好什么方法，伫我阿伯要来讨十一进前，提出和解书啊，搁有手机啊？今麦眼前，我都是上好的答案。你会当问杨姐，我这个副社长不是一个花干。哦，我袂记，恁在日本的时阵就已经领教过啊。放心啦，有我跟杨姐在，我没有问题啦。嗯？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保护你安全。您做前锋，我讲大兄，伫恁背后做恁的屁股，随时给恁接应，让恁平安倒转来。孙大，大红营作为净化地，都拜托你。没问题啦。李白，局长，冯大，高总裁，但是什么风给你吹来？来给你关心一下啦。进前拢找无你的人啊，搁咧想讲你敢是发生什么意外？好佳哉，人平安无代志，而且你气色嘛袂歹。本国总裁，你好气，我嘛真多谢你的关心啦。希望你们看到阮两个无用吼，无你麻烦啦，你是不是当在外面稍等一下？我请人先泡一杯啊，好饮的咖啡，请你啉嘛。冯大，我知影你即马在咧讲迄块精华地的代志啊。那迄块地啊，我无可能让别人的。啊，这样秘密的代志，高总裁你也知影。但是我的办公室去用装监视录影器啊，是窃听器啊，这太恐怖了。我认为我一定需叫征信社来处理。文大，我这么有诚意来跟你讲生意的代志，你用这款态度对待我，安尼敢好啊？高总裁，你将我的尊严担在涂骹踏。我来甲你考试两句啊，算拄啊好啊尔啦。我甲你讲，迄精华地哦，无你的份啦。好啦，要不好奇心在，既然高总裁亲身行一撮，咱就听伊开价，和市场来决定啊。高总裁，这位是巨平建设的孙董事长，伊拄啊开价750亿，要买迄块精华地。750亿，150亿我买单亏啊！哼，笑死人哦！拄只咱上一件礼拜哦，哇，气势真强啦，讲话真臭屁啦，秘书跟我讲，生意伊一定做会成，结果呢，甲人说同款介绍。是哪个？你靠我的缘，我跟你签约，跟你签约哦，我起码是较爽的啊。朋友不？你唔当袂记，你阁有一寡物件伫喺我诶手里。这你做你放心啦。我甲孙董诶签名了后，伊钱马上汇入我诶口座，我会随从10亿给你。假使你若是无守信用，我嘛我会办法来互你好看。